小动物们聚餐，只有小象很生气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小象不是小动物，小象也很大，小象很大气，没叫小象。亮吧亮吧亮吧，猜不出来。什么？因为这是一个象，这是一个气象局。哎呀，好冷啊！你把 red 去掉了。一颗星值多少钱？一亿，一星一亿。哦，你们是不是用过？不是兄弟，你知道这是我小学的时候看的吗？啊，我小学的时候就爱看这个。脑筋急转弯，对对对。愚公移山的时候最喜欢唱什么歌？啊咿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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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唱山歌。啊咿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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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没看过，我猜的。唱山海啊，可能是。我看啊，答案是王队猜炸了。真的阿姨啊吗？移山移山亮晶晶。那还没有我那个好呢。阿姨呀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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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为什么飞机飞这么高都不会撞到星星呢？因为星星会闪。哦，因为星星在地球外面啊。脑筋急转弯，是大猩猩吗？星星在地上，因为野鸽的也可以。好，延期已经猜对了，星星会闪。燕子为什么要飞到南方过冬呢？为什么？你觉得呢？怕越南。你觉得？哎，别看，别看，不要。看你们猜呗，我不知道。你先猜嘛。他都看完了。因为走着太累了。哦，哇，这个题太搭了，意外的合适。请问医生，花纹的蝴蝶吃胖了会变成什么？蝴蝶猪，胖猪蝴蝶，猪蝴蝶，胖蝴蝶。发福，发福是发福蝶，发福的那个发福蝶，发福蝶，发福蝶。花花的世界，发福蝶。耶、yeah ！发福蝶，发福了吗？花为什么会笑？笑花，因为爱情，开花。因为笑开了花，笑开了花，笑开了花，因为它有梗啊。哦，有梗为什么是花笑呢？有梗不应该别人笑啊？这个才是冰冻术士的题。冰冻了，冰冻了，有梗应该是草笑啊。狼来了，猜一水果名。杨梅，杨梅，太无聊了。杨桃啊啊！杨桃，点一个，点一个，对呀、啊，杨桃也一样，一样一样，杨梅加杨桃，不严谨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哎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有一只狼来到了北极，不小心掉到了冰海里，捞起来会变成什么？槟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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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肯定是槟榔，这肯定是了，槟榔，槟榔哦。煎蛋爱上了荷包蛋，请问他拿着吉他走到荷包蛋家楼下会唱啥歌？爱拼才会赢，唱露露别杀我，露露放过我。这是一首煎蛋的小情歌。哇，这是一首煎蛋的小。那不如说我爱上了煎蛋，我去给煎蛋唱歌。那为什么不能叫煎蛋爱呢？对啊，煎蛋爱啊，煎蛋爱多好啊。煎蛋爱，让让把后面几道题全部收割了吧。好了，照样进场，收割开始。哇，这么长。有一只很饿的狼在地上遇见了五只羊，如果一站路的时间可以吃一只，三站过去了还剩几只羊？两只。你是小学考试题吗？你这个。狼爱上羊啊，爱。一共五只羊，一站一只，三站过去了。不是啊，他为啥一站不全部吃了呢？没羊了，为啥？吃完了呀。猜的，一般这种答案都是没羊。不不不，你这都错了，很炸了这个。没有。这个、答案那你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。那等会儿说。不，四只，四只，四只。因为吃了一只吃饱了。对对，吃了吃饱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地铁上。对，重点是地铁，地铁顶上，地铁顶上就有五只羊了，已经。他没有做核酸检测上不去。不不不不，吃了一只。他没有卡，五只地铁卡。一只、两只、三、八只羊。五只还是五只？不不不，还是五只，还是五只，因为地铁上不能吃东西。嗯，
这个跟他那个核酸有一拼的呀。理发店 Tony 老师出门一定会带什么？错过了。我真想不出来。我知道带那个理发器，手机带手机肯定要带手机，带脑子，这是一个那种题。哦，带水，带水是吧？Tony带水，哇，哦，对，因为 Tony带水呀。Tony带水，就这拿起小脑袋，哎呀，挺快呀。Tony带水，绝不拖泥又带水。世界上每一件东西加热都会融化，唯独一个东西加热便会凝固，请问这是什么东西？炙热的我们 rise， 我们一炙热起来就会凝固成一个集体，透心凉可释放雪碧，炙热的我们。答案就是那个吗？不是蛋，因为蛋煮熟了呀。还没有我的答案好呢。